松狮犬是吧？有点冷，还是得把衣服穿着。你看你把钱刚好到，我归到，带我，要吃吗？吃不胖，嗯，我可不敢讲说我吃不胖啊，还是能吃得胖。转粗糕吗？转粗糕，转粗糕，转粗糕，他妈摆我怎么摆？没有，这一铺没有链接。还有什么是故宫限定的礼物吗？给我瞅瞅。故宫限定有那个手串。咋了？你还看过呀？你这二 G 网络比我这五 G 冲浪的速度还快啊！想起那些快乐，刚刚的分数不像是真的。我不懂，这个咋分钟的哈？不知道那个香龟有你手上吗？吃了，好，我留长发嘛，我头发现又好黄了，我要叫小芳去给我染白了。这种，我说的是抖音礼物，抖音礼物故宫限定，你给了我一个手串，对不起，你做咩嘢啊？抱歉啦。好啊。我喜欢这个礼物、我喜欢刚刚那个礼物。你还要多久 ？9 minutes， 九分钟啊。谁啊？哪个人？像李诞。是哦，你还别说，李诞。你好呀。谁把你打散，安慰你心吧。失恋的夜，你最怕孤单。没有我，你怎么？是你家大米了吗？你的心事，还有谁明白？为什么放手？我哪里变了？你怎么办？你的泪水谁为你擦干？谁帮你打伞？这鬼裤，这是鬼吗？高干西裤。这个是鬼吗？哎，哪边高吗？应该有你一半的水平吧。我开心。每天都很开心，楚奇，你不要讲那句话，你那句话讲的显得我年纪很大的样子。美女与野兽啊，啊，打打个比。真的，你说那句话出来显得我年纪很大的样子一样。王座，丢，哈哈，记得啥嘞？
气的？那么啥接下气的？我好久没跟我家电话了，对吧？有金色接电话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没事的。被封了三天，那个时候拿了个9，被封了三天。看我的手干嘛？看我的手干嘛？点赞破两万发福利红包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了，不用啦。我不喜欢戴戒指，因为你会看我这边的手其实都是茧，你看我这边的手不嘛都是茧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对，我刚刚让 PP 跳这个，你们看我手上都是茧。所以我就不太喜欢，因为我有健身嘛，然后健身戴戒指不太方便。手指怎么可能会变形？手指怎么可能会变形？好看吗？戴两个好看吗？你那个治愈贴贴是给我贴这个痘的吗？我这长痘了。好红啊。得去火，这个对，得泻火，这应该可以挤的吧？算了，这火不能挤。要射到镜头。
来洗头啊？我每天都洗。你这用沐浴露就可以了吧？沐浴露要用肥皂。你这应该都不用洗发露啊，你这洗澡就一瓶沐浴露就够了哈。回头见啊！都不要逃！你是要找我手这样子的那个图片吗？嗯，还有更过分的吗？还得说，不愧是我，这沐浴露钱都省了。就这么看我吧，我看屁屁长的话，等会儿我也要留长头发了，太好看了。什么时候开的？开了有半个小时了吧？靠北，我来吧啊！没想到吧？我万万没想到。乱叫！这不就是前几年，前两三年前？零年的时候。那就三年前。三年前。对，是毕青的弟弟毕胜客。三年前。这啊可以，爱我可以。我万万没想到我的相册里面还有这些东西。升级笔，升级笔是什么东西啊？没有，我兄弟在找了一些那个很奇怪的图片给我看。对，我这里长了个痘。大家想看吗？不行，那得加钱。得加钱才能看。这里边都是帅哥，这里边又不是只有我一个帅哥。窗帘，后面没有窗帘，后面只有防盗的呀。咋了？想看铁窗类哦？啊？是不是这样挺好看的？你看帅哥，那不就只能看我？我知道后面有个衣架，咋了？衣架还能比我好看？想看他们的话，一个要刷嘉年华，一个要刷抖音飞碟，一个要刷那个还。哎，还有什么礼物啊？刚刚那个鱼的礼物是叫啥来着？那个鱼的那个礼物叫啥？那个鱼，就那个宝贝送的那个，那个鱼的那个礼物是啥名字来着？啊？
我看到了。嗯，好。那根本不准。好，与你相伴了。好的。算了，我朋友他们不帅吗？我本来就有两个耳洞啊，我本来就有的呀，这个。呀，林总，我本来就有两个呀，只是我平时都只戴一个而已哦。我平时都只戴一个而已。没有，我耳朵没红，这耳朵红吗？怎么感觉像有美颜的样子一样？我没有开瘦脸的，那为什么脸一跳一跳的呢？嗯，会，我这边耳朵就长拢了，然后我就拿那个耳钉的那个，就拿那个耳钉的那个捅的那个，就很用力的给它捅过去，然后就好了。对，手机非常烫的，我天哪！就它本来是堵，是已经又合拢了嘛，然后我只要一用力的话，就给它再捅过来就好了。但是可能会流一点点血，但没关系，因为它本身的话，它只是那个洞口合住了而已。很痛，很痛，这个。来吧，开始吧，姑娘们。人力高，人力高。只是在训练我的那个脑力而已，那毕竟年纪大了嘛，所以要稍微那个动动脑啊。干嘛呀？对吧？你他妈，你的会屎喷出来了。毕竟年纪摆在这了嘛，是吧？快
很喜欢的一首老歌。哇，你好听着。那刚刚那个与你相伴也挺好看的呀。你能不能不管过得好不好，不要故意躲开不让我知道，只要你过得很好，什么都不重要。一路有你。没有，刚刚那个与你相伴，与你相伴，与你相伴。我没有傻傻流着眼泪，默默的祈祷，希望你能过得好。你能够默许五百万公斤呢？俺们好干柴。你还蛮好看的。等会儿，我先把这个礼物给他看完。不是，不是这个，是刚刚那个宝贝送的那个，刚那个名字叫宝贝的那个，他送的那个礼物好看。不是这个。哎呀，服了，哎，我神经病，你看我在听啥？你看我在听什么？我操！我操！你知道吗？他们5万一直打。谁？我他妈踢25万，他25万给我打完了啦。一个啦。他妈的放了个炮，好。完了。我们打多大？我们打这边一套房子，那边一套房子的那种。在下啊，真心。我脸上有肉一点，显年轻。人家瘦了。等一下啊。安静的。发力，发力。这套麻将机这哪里买得起啊？你看我们像是能买得起这套麻将机的样子吗？啥玩意儿啊？抢吗？这个红包？哎，我没包了。我能抢吗？我才不要老白包去。有病吧？哎，
是可以点的吗？先停。你这打麻将跑来跑去的干嘛？邻居啊，介绍，介绍。小心啊，在赌。你笑啊，你笑。哈哈是在那个锻炼我的脑力 IQ 哈，姑娘们哈。没有啊，没有赌博啊，严禁赌博哈，姑娘们。锻炼脑力而已啊，我们不赌博的啊，我们这个是那个绿色直播间啊，这不能乱叫啊，好吧，姑娘们。下安卓手机啊，你们怎么知道我是用安卓手机的？西北全部都有的那种，别装了，这连个充电器都没有，你还指望有充电宝？完了，等会儿不会你们队的人就来抓了吧？对啊，我韩国去很久了呀，我韩国是几号去的来着？十几号来着？十
十号去的呀，我十号去的韩国呀，那这边都多久了，是吧？我都已经回来十来天了都。对，我用华为手机。你这说的显得我年纪很大哈，这用华为手机不很正常吗？我在韩国泡了三个妞，才三个呀，那肯定不止三个嘛。自己抢包的哈，太厉害了！一共安了啥？大妹，一共七多妈带了。七多妈的，买那么币呀？抢到了呀！有啥？我这不能自己抢吗？讲话吗？应该不能吧？啥不能啊？哎呀，我刚刚自己就抢到了呀！我操！我抢了三毛钱。对啊，我刚刚抢了三毛钱啊。我手机真没电了，姑娘们，我要下了。我的牌不好啊，只能看一眼哈，只能看一眼，只能看一眼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什么东西？这个要得做这个了。是啊。他妈的炸胡！干嘛呢？三个。阿基呀。一呀，好的，好的。你看，你白棋剩下。打来看呀。完了。打宝。一起砸。起来了。你发红包，我抢到了。我还没去过日本。对啊，有人胡牌就结束了。这又不是川麻，又不是血战，我们打的是台湾麻将。台湾麻将，台湾，这是台湾麻将。我知道呀。对，漳州麻将，漳州麻将有金的，有油金的，漳州麻将有油金的，厦门的也有啊。金刚会出来一种药，所以单一种看了，最高打金的，多啊，还是安州吧，金刚好油金的吧，安州吧，好。我这会儿不能抽烟，不是，这会儿不能点蚊香。我是遇到抢红包了，不是我手机没电了，我能坚持到我那个红包吗？能坚持得到吗？应该坚持不到吧。我才刚发现我手机要没电了。哎，我这会是不是下了，然后这个红包就全都是我的了？是吧？我是不是这回下来，然后这里面的这红包就全都是我的？是不是？我就可以独吞了，是吧？嗯，梦是。怕不怕？
哈尼。会退回去给红包的人，那这没意思啊。想把你藏在我的心里。我为什么会唱？我这没有充电宝啊，叔叔啊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把你 Q 了，这个我是，呀，中间，哦，很棒嘛，中间，哦，哦，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用食物的而已，其他人都没有用食物的，所以没有办法。没有充电器，真没有充电器。这样吧，几个动作发给你们看一下。哎，这个你们是完了啊？一般都到包里，想不想我嘞？我怎么个起不来的？西班牙，我的天，去牛干面的。啊，我你也糟了。这么臭啊！差去找小峰弄一下就好了呀，是吧，姑娘们？你用的什么手机？诺基亚 N81。对，小喷嚏是的。还有要送礼物的吗？没有的时候我加了。已经见红了，小鹏，已经真的是红色的那个到底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真的真的没有忽悠你们啊。哎呦我操，打错了。停产了，我这以前留的到现在一直没有卖过。好，
太无题了，有来有去的来呀，阿姨。不要紧。好。好了，我要下了，姑娘们，真没见了，真没见了。嗯，好吧，到这了，拜拜。也播了一个小时了，可以了。你又没玩太空，没玩太空，玩得太差了。你看到台湾几个岛，所以玩得不完这个台子。